广播和电视，让一个人说话给几百万人听。现在第一次，网络让我们倾听几百万人的声音。和很多人一样，我是数位移民。22年前，我在12岁的时候，搬进了网络里。网际空间和实体世界一样，新移民和原住民都要互相学习。开放资料和开放空间是我们的途径。开放资料把原始数据变成社会物件，我们分享着预算、法规跟条例，它们成了讨论的主题，就像今天的天气。开放空间让个人的感受交融成共同的反思，在反思空间里，我们逐渐意识到彼此，众议成理，成为民主里的人民。透明像是玻璃，反应有无明镜，这是数位空间的两种民主属性。21世纪数位民主的初期创客，就像17世纪反射望远镜的制作者一样，我们充满创新，渴望探索星辰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数位时代想要汇集台湾各地的这些创新，我很高兴，因为只有透过互相学习，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科学的年代，再继续走得更远，进入反思的年代。